那呼吸道感染呢？什么是呼吸道呢？就是包括我们的鼻、咽喉、气管、支气管、肺部这些部位。那呼吸道感染呢？就是这些部位感染了细菌啊、病毒啊这些病原体出现的疾病。那主要的症状呢，会有发烧、恶寒、身上疼。那呼吸道的症状会包括嗓子疼啊、咳嗽、咳痰这些。上呼吸道感染呢，就是指我们的呼吸道的上部，就是鼻腔到咽喉这部位出现的感染。那主要呢是一个病毒的感染，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上感或者说感冒。那主要症状呢就是会有，发烧、头疼、怕冷，同时会有一些嗓子疼、流鼻涕、咳嗽、咳痰这些症状。那这样的病人呢，主要是冬季更多一点。